几只佛方，单人关卡，完成35个单人挑战任务就可以解锁此模式。第一关开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啊啊！哇啊啊！哎，往前往前！哎，对。居然可以从中间开始，没问题啊，这次已经过了。啊，恭喜你干得好，尝试3次过了这关。哦，看来我蛮有踩高跷天分。水桶考验，哎，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放水桶？哎，感谢订阅。哎呦，我靠！谢，不用跳过，跳什么过？来。感觉是什么放屁声音？而且你摔倒之后，地上还会有那个残留的，有没有？怎么会往后啊？哎，这个游戏好难哦，比想象中难很多哎。有了，水桶，你办不倒我的，来吧。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。哪里来的骆驼哥啊？哎呦哎呦哎呦嘿！哪里来的骆驼哥呀？杀了吧！嘿呦嘿！哎！金子，金子！哎，有点感觉喽。嘿，大礼貌啊，试试看啦。我的排名几分？要进排名，为什么有人3秒都过关啦、啊？到底怎么过的？危险的缺口。嗨，看什么看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前进了啊！还笑我？你有什么资格笑啊？你4条腿，我2条腿呢。啊，这样你也敢笑啊？你看是不是过了吧？简单了啊，简单了，简单了。嘿嘿哎对对对，啊对对对，嘿哎对对对对对，啊一波即卡烟啊，一波即卡烟，哎呦差点跌倒，赶快，趁跌倒之前，18秒，动感十足，哎差8秒就可以进前10嘞，那边要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要两个一起进去里面啊，不然这样的话会没办法。没办法通过，哎、欸，这个洞，这个穴，等一下，我先在边准备好，嘿，哎、欸，这样也不行，我只是想坐下来休息一下，求凉哦。好，看来这游戏准备动真格了哈。哦，这个还要过桥、啊，跪桥了。等一下，这在干什么？哦，硬。啊、开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好，我要上去啊。等一下，喝下这碗汤，准备过桥喽。77,777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嗯，香。谢谢抽卡、啊。这游戏好简单啊，大家都应该试试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路呢？啊，兄弟，路呢？踩踏，什么东西踩踏啦？这样踏，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哦，哦，可以，踢它可以加速，哎、欸、哎，驾、欸，咿哈，哎、欸，等下，到这里了，哎、欸，过了，哎、欸，那个板子怎么跑到前面去了？心中有路，路。
就在你眼前。海浪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越来越过分了。哦，海浪是吧？海浪滔滔，我不怕，我的脚。谁会踩高跷过桥啊？哎，不对，好像当初高跷都是用来设计过这种极端地形的，是不是？别倒，别倒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个洞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洞想阴我是吧？干得好！投石机啊，这怎么过？投我，谢谢，发射！你知道为什么会失败吗？因为他撞到了所谓的头了。为什么 ？Why？ 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天天吃阿盖，我有健康的膝盖。哇，上面的风景真好，人在高处不胜寒。单脚，单脚，退下！苍蝇拍你哦，前后攻击。啊，赛可赛，天剑可天剑。等一下，忘记怎么走路了。等一下，忘记怎么走路了。等一下，要怎么走路？我不会走路了。我忘记怎么走路了。啊，教教我！脚软了，脚软了。我过来了，可是我脚软了。等一下，太兴奋了，农田，越来越夸张了。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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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有火车啊，不是啊，有的卡车啦，没事没事，不要吓我啊。看来应该是要双脚先站在这个箱子上面，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。人要往高处爬。但地心引力总是不放过你，地心引力抓不住你。抽离身体，放开自己。高跷太长，不踩会跌到地上。高跷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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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！救救！好，叭叭叭，叭啦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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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他刚才讲了什么？救救！巴拉巴巴巴巴巴巴，高等位，巴拉巴巴巴巴，救救！你原来是替身使者，难怪，这就是我的替身使者能力。このディオだ！